大家好，这里是恶意的笔记，一个硬核测评笔记软件与效率工具的 UP 主。本期是笔记软件全测评计划的第八期，也是迄今为止最不一样的一期。Heptabase 对于用惯了 Notion 和 Obsidian 的我来说，实在有太多不一样的笔记体验，看到最后一定能让你对知识管理有新的理解。本期视频以及公众号的这篇万字图文解析干了我整整两个月，你的关注与三连是我深耕笔记测评的最大动力。也欢迎你订阅我的 Notion 课程，一站式从入门到精通，永久可读，无限次答疑，微信扫码即可订阅，这将能支持我独立测评更多优秀产品，谢谢大家。你是否困惑过，为什么有些人的思考可以那么深刻？究竟怎样才能对一个复杂的概念建立深度理解？科学与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大脑能更快地解读视觉信号，例如红绿灯的颜色、地图中的方位、数据图表的起伏，以及由圆圈、方框和箭头组成的流程图，它们远比干燥的文字更加直观易懂。而这些便是 Heptabase 以白板和卡片构建视觉化笔记应用的基础。它最核心的产品目标是让所有复杂的主题变得更容易理解。究竟是不是喊喊口号，我们且继续往下看。Heptabase 出自台湾的青年开发者詹宇安，支持全平台客户端，手机、电脑、网页都可即时云同步，既能够本地离线使用，也能批量导出整个笔记库。白板之上的卡片支持 Markdown 语法，支持双向链接，也可以对卡片打标签，并用标签构建类似简易版本的 Notion 数据库。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大脑中零散的想法提取出来，制成卡片，自由摆放，就像电子编前本。也可以通过对卡片连线的方式来将思考的路径可视化，箭头所指即是思考的方向，将一个主题单向延伸，不断追问能获得更深层的理解。也可以拆分成多个主题，以探究更广度的认知，当你在庞杂的关联中找到某些循环，就能为这个体系建立起更系统的框架。但你可能会疑惑，这样的图谱和思维导图相比有什么区别？你也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不选完全免费的 Obsidian 的白板，反而花大钱订阅 Heptabase 呢？接下来让我用实操案例带你完全了解这款产品。左上角是 Heptabase 的六大模块，分别是日记、白板、卡片、标签、任务以及高亮。我们先从日记模块开始讲起。每一天都是一张以日期作为标题的卡片，在这里不用纠结日记文档的分类位置，打开就可以快速录入当天的碎片信息，以防遗忘。例如突然的灵感、代办的事项，或者就是每天的日记本身。基于移动端云同步的支持，你的笔记可以随时记录，也可以随时查阅。卡片支持的文字格式还算丰富，包括大纲节点、折叠列表、函数公式与代码块，也可以嵌入音频、PDF 文件或者是在线视频。和 Notion 一样，通过斜杠命令即可换出功能菜单，例如用 Template 命令就可以快速插入笔记模板，用 To Do 命令即可插入代办事项。所有的代办事项都会被集中收纳在侧边栏的 Task 模块里，所有的卡片则会被存放在侧边栏的卡片库中。卡片可以弹窗打开，再点击可以全屏显示。在右上角的侧边栏按钮中，你可以搜索并打开其他卡片，并且跨卡片的拖动任意段落。而这张卡片本身将可以在任意多个白板中被嵌入和使用，一处更新，处处同步，就像 Notion 中的同步块，或者是 Logseq 的嵌入块。你也可以将卡片中的段落拖动到白板上，使其成为一张新的卡片，并在原来的位置创建一个超链接。白板是 Heptabase 最为核心的组件，一张白板可以用来学习或管理一个主题。如果这个主题可以拆分多个子主题，则可以在白板上直接新建任意多个子白板，达到用白板来管理白板的目的。在空白处双击左键可以新建卡片，一张卡片就是一页笔记，这些笔记可以被自由地拖动、摆放、对齐和分组。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连线就能很直观地建立起卡片之间的双向链接。例如 ABC 三张卡片指向了 D， 则在卡片 D 的 info 区域就可以看到谁关联了自己，以及自己又是存在于哪几张白板之上。所以白板能满足什么样的记录需求呢？产品经理可以分析功能框架，项目管理可以拆解任务流程，医学生可以标记器官结构，研究历史可以画出时间坐标，喜欢读书可以管理藏书和笔记，喜欢旅游可以制定游记攻略，喜欢思考可以拆解问题，或者像我一样用它来记录 Midjourney 的学习过程，规划知识星球的运营方向，或者是用来记录我自己总结的笔记原理。这里的每一张卡片都可以被快速的折叠或展开，也可以一键在侧边栏完整的打开和浏览。所有笔记案例的链接我都会放在评论区置顶。是的， Heptabase 也支持白板的在线共享，
同为双链笔记的 Obsidian 或者 Logseq， 因为图谱的视角拉得太高，每个节点只能显示笔记标题，而无法显示笔记中的内容，且节点之间只有连线而没有方向，这样的图谱只有混乱可言，所以几乎只能提供娱乐的价值。而白板能同时为多个信息节点提供高度适中的俯瞰视角，放大卡片可以专注书写，缩小卡片则可以看到与笔记相关的笔记还有哪些。通过箭头可以分辨谁是源头，谁是过程，谁是结论。我认为用这样的图谱才能真正传递有效的信息。回到正题，除了文本卡片， Heptabase 也可以在白板上直接嵌入图片、视频、思维导图以及完整的 PDF 文件。将 PDF 在侧边栏打开即可阅读，支持对任意文章段落划线和批注，也能用框旋的方式对扫描版的 PDF 文件进行截图，然后就可以将其拖动到白板上，使之成为一张卡片，点击又可跳转回到原文位置。所以我用白板读一本书的过程是这样子的，创建一张卡片作为每个章节的起始，我会有意识地总结重要的概念或结论，然后将卡片的标题写成一句可以被直接引用的句子或短语。卡片标题作为论点，而论据就来自 PDF 中的原文段落。随着文章理解的加深，就可以将多张零散的卡片指向更高一层的结论，或者在卡片中用双向链接直接索引可以充当论据的子卡片。用白板读书的好处就是你会变得格外的认真，因为卡片的摆放位置以及箭头所指的方向必须要被赋予一定的意义，而意义则来自认真的阅读与谨慎思考后的总结。缺少论据的空白卡片会促使你进一步将书本抽丝剥茧，才能找到更加贴切的原文段落。落单的卡片会让你思考如何将它融入已有的思维框架内，卡片之间的连线以及卡片在空间上的分布则能直观体现需要经历多少个分支节点才能从一个结论走向另一个结论。就这样，我们把大脑的思考过程以可视化的方式具现在了白板之上。除了可以自己上传 PDF 文件， Heptabase 也能用自带的插件将网络文章剪藏到卡片库内，还可以与专精稍后读管理的第三方应用 Readwise 建立联动，用 Readwise 标记的任意网页文本会被及时同步到 Heptabase 中，成为一张可以嵌入到任意白板的卡片。点击卡片同样可以跳转回到原来的网页上，让你的阅读和标记都有迹可循。但是当你剪藏的文章、读的书、思考的主题以及创建的白板越来越多，总会在某些角落遗留下一些结论尚不明确的问题卡片。因为白板较难结构化管理的特性，这些卡片有很大概率会被遗忘，这时就可以用上 Heptabase 的标签系统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对这些卡片打上相应的标签，例如问题、代办、灵感或者观点标签等等，这些标签会被聚合到侧边栏的 Tag 选项卡中。当你点击标签，会发现所有被打上同一个标签的卡片都被罗列在这个表格之内，并且这个表格还可以进一步添加各种字段，以便能更精确地描述卡片的属性或状态。是不是觉得有点像 Notion 了？它也可以创建不同的视图，并对各种字段添加不同的过滤条件。例如，在选题标签下，就可以将已经写过的选题过滤掉。在任务标签下，你可以切换到看板视图，然后用待办、进行中、已完成等状态属性来更好地管理这些任务卡片。Heptabase 的数据库还相当初级，但它出彩的地方在于，它与飞书这类多维表格不同的是，这里的每一条数据都可以被打开为一个独立的笔记页面，并且标签可以跨越不同白板，然后聚合性质相同的卡片。而 Notion 的数据库一旦建立，数据源也就固定下来了。到这里我们就介绍完了 Heptabase 的几个基础模块。如果从知识的生命周期来推演，那么粗浅的理解可以是这样：剪藏插件负责探索，日记与高亮模块负责快速收集，白板用于视觉化辅助思考，卡片本体则可以进行深度的创作。现在已经可以在线分享一张完整的白板，很快单张卡片的分享功能也将上线。所以现在你认为 Heptabase 会是一款能帮助你对所有事物建立深度理解的笔记工具吗？满分五分，请在弹幕里给出你的评分吧。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有些人的思考非常深刻，就是因为他擅长在你熟悉的话题中发现虽然陌生却言之有理的关联，又或者能够在陌生的话题中用你熟悉的概念来辅助理解。
所以用插件剪藏文章，或者是用卡片塞满白板，并不代表你真正拥有了这些知识。深度理解仍需构建在两个基础之上，其一是找到信息之间的关联，其二是对问题的本质进行归因和建模。如果一张卡片被多个白板引用，那么卡片顶部这里就会有提示。如果这张卡片被其他卡片关联了，那么卡片底部的 info 区域也能将你快速导航到目标位置。通过阅读白板所记录的思考的脉络，就可以对比分析同一条信息在不同主题、不同语境下的差别应用。深度思考就在此刻发生。单向箭头是因果关系，思维导图是层级关系，左右排布可以呈现时间的先后顺序，从下到上是金字塔结构，从上到下是漏斗模型。循环的卡片则可以简单总结出一个规律，在使用 Heptabase 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一直活跃在寻找和发现信息之间的关联上，因为视觉信号就是会比平铺直叙的文字更容易让人沉浸，更容易让人理解。你可以扫描我的公众号二维码，并回复数字008获取这一篇万字图文解析。除了有 Heptabase 的更多特性解析、实操案例与入门建议，还有与 Loxic、Notion 以及 Obsidian Canvas 的详细对比与心得体会。也欢迎你订阅我的 Notion 课程，一站式从入门到精通，永久可读，无限次答疑。微信扫码即可订阅，这将能支持我独立测评更多优秀产品。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下期再见。